我们现在在花莲玉里的长梁这个里啊，那这个里是在这个中央山脉下来，就是八通关下来的地方。那长梁这个地方蛮特别的啊，它可以说是台湾的农业发展的比较落后、比较后面的一段，而这边主要也是由最早的原住民，布农族，然后阿美族，还有平埔族人，特别是平埔族人后来在这里开发农业，然后又有闽南人跟客家人进来啊。那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地势比较平坦啊，它是一个三角形的，北边比较宽，就是比较靠近玉里；南边比较窄，就靠近富里啊。那它的东边就是那个海岸山脉，那西边就是中央山脉啊，所以它这边的受到这个也算是那个上天应许之地啊，它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也开始这几十年来也是以种稻米为主。那我们选在跟这个地方的农民结合起来，因为这个地方的农民他们很辛苦在种稻，稻的品质也还很不错，但是呢因为长梁这地方没有人太关注它，所以都会到池上啊、富里，相对的那边的米价比较好，所以他们也会往那边去卖，取得比较好的价钱。那我们这一次天地和气有限公司主要是在做国际减碳的认证啊，然后包括了接下来的碳交易，所以我们希望再找一个地区能够合作。所以那因为长梁里这边有一位里民叫做邱垂全邱先生，他就率先啊，去年五月他就开始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计划。那所以那经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半年他的观察跟讨论，然后后来也说服我们这边的陈里长，他愿意率先来示范，所以我们就跟这边有144.7公顷的土地的地主，也就是这边的里民，签订了这个小农种碳的这个合约。那这也使得我们台湾小农种碳这个专案能够在国际上能够登陆，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土壤的有机碳能够增加啊，这就是种碳啊，种植的种，碳就是二氧化碳的碳。有很多人说，哎，二氧化碳不是不好的东西，我干嘛把它种到土里面？我想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那二氧化碳就是我们所有的细胞、所有的身体的、所有的我们自己都是要靠这个碳啊，包括我们的吸收的葡萄糖啊，这些都是碳。那主要是因为为了要让这个天上这个天空气中的这个二氧化碳能够被透过光合作用然后吸收起来，然后变成土壤的有机质，所以我们要增加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的吸收啊，那能够存到土里面去，这个叫种碳。可是种到土里面去其实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过程，地球演化了40几亿年，大概花了10几亿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才有今天这个我们今天这个地球的环境。那但回到我们这个长梁这块地方来，所以我们就想说，哎，怎么样让它的碳能够土壤中的碳能够有效增加，土壤的有机碳增加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有机质，那就是它的就代表说这个土地健康，这也是它土壤里面的微生物非常的生态非常健康才能够造成的。大家不要想说这个土地里面很脏，有细菌，大家不用害怕，因为大部分都是跟我们人类是共生的，跟植物跟这些水稻是共生的，然后它才能够让我们的植物能够生长出来啊。那我们就利用大统生技他们的有机肥，我们在做了这一块田的试验，然后能够把这个有机肥能够好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减碳的场景里面。
那减碳的绩效如何，那我们会再采取土壤样本，然后送到农事所去化验，然后跟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在种稻前的比较，以及跟今年年初大概一年前它的土壤有机碳增加的情况是如何。做这个重碳也好，或是减碳也好，重碳就是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尽可能的把它存到土里面，变成土壤的有机质。那这个是一个生态的循环，就是人家讲说尘归尘，土归土。那动植物死了以后，那个二氧化碳就跑到空气里面去了。那我们活的时候，我们吃进食物也都是这个从环境生态里面产生的这一些有机质，那我们吃下去消化，然后排泄出来，然后再不断的循环。所以这样的一个循环是因为我们把它打断了，就是我们用了过去几千万年前上亿年前的存到土里面的碳，像变成石油，变成天然气或者是煤这样的东西，那这些东西经过大量燃烧以后就跑到天的那个大气层中，然后变成产生温室效应。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小农重碳这个专案就是希望把这个二氧化碳尽可能的存到土里面去，所以我们需要有机质能够存放。但后来发现有机质还不止，还不行，是要有生命的有机质。什么叫有生命的有机质？就是我们的微生物，我们的细菌，或是一些小的动物啊，像蚯蚓啊这些东西，还有像是一些跟它共生的一些小的这个苔藓，这些都是。那我们怎么样去做到这一样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的这整个生命周期能够照顾好。可是我们光是好好去种没有用，消费者不知道，那没有办法促进这样的一个循环经济的正面的成长。所以我们在思考，因为在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产品，那怎么样让我们长粮的米在台湾参加国际减碳的第一米这等于是踏出了第一步那也是第一公尺，第一公尺就是米一米。那我们吃的米也是米，所以我们取这个一个谐音梗就是台湾重碳减碳的第一米就在这里。那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知道，这个牵涉到一个市场的循环跟生态的循环的结合。所以我们如何让消费者认识我们我们有国际的认证，我们要国际的方法去减碳，然后我们同时呢是要满足联合国的17项永续发展的指标，减碳的本身就是满足了 SDG 13就是气候行动。那我们还有
为了这个粮食增加没有这增产啊，所以未来我们这个产量一定要逐步的增加，所以要用好的肥料、好的农法，那是必要的。那产量增加有经济收入，就是 SDG 8啊，让大家能够生那个有更有尊严的工作跟经济收入。那还有就是我们这边开始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那就增进我们农民的健康，也增进消费者的健康啊，这个就是造成他们健康，就是 SDG 3。那这里面呢，我们希望大家有负责任的生产跟消费跟生产，是要注意啊，是先有负责任的消费，然后生产才有意义啊。所以消费者来买这个产品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让消费者能够知道我们怎么做的，怎么样去很用心、很认真的、很真实的去做。那我们也有那个努力小农 APP 把它拍下来，那消费者来这边也可以利用这个努力小农 APP 做记录，留下这个不可篡改的资料。那我们在这整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教育，就是 SDG 4。那我们也会在这边办一些食农教育啊，然后把这整个活动结合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然后气候的教育，帮助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跟农民能够认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到一月的时候也会来办这个这边长期在办的这个萝卜节啊，那包括萝卜糕啊，吃这边的米啊，还有我们会设计一些活动，帮助我们的消费者走进这块田。那我们更重要是要争取到企业他们的这种的团购啊，或是社区的团购、学校的团购，让我们的米能够卖得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有那个100多公顷，那一公顷大概有3-4吨的米 ，OK， 那你想想看，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有两季，等于是大概有10万多公斤的米，我们会产生10万公斤以上的米，那可以给大家来吃。那我们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多吃国产米，多，因为米的从营养、从健康的角度，它比面包、比麦好的太多了啊。所以很多人有个啤酒肚啊，那其实就是吃面包吃出来的，而且面包里面它有麸质啊，很多人大概有1/8的小朋友，他其实都会有麸质过敏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说，这整个这个你要进口这个面粉啊，或者小麦，这个也是要从远方进来的，所以它的这个环境成本很高的。那我们相对要吃我们的国产米，我们知道是它怎么种出来，就这样子，很健康的环境，很纯净的水跟空气，它孕育出来的这样的很珍贵的一粒粒像钻石一样的米，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消费者能够，所以我们也去找到好的消费者，负责任的消费者，然后他来支持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再往前推，从消费者往上，就是我们在卖的，卖给他，然后告诉他这些都是真实的，然后整个控管起来。那我们在上面就是我们找的碾米厂，是新丰碾米厂啊，那也是在屏东，因为离我们这边比较近啊，它的这个一个非常知名、历史悠久的一个碾米厂啊，他来帮忙碾米，然后他们也是参加我们小农种碳的一个伙伴。那再往前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烘稻米啊，烘稻米就在一个刚刚在讲邱垂全他家今年4月初的时候很不幸大火啊，那他们现在重新站起来，然后有了新的碾米机，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这边也在就近能够碾好米啊，然后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残粮的米能够就地能够把它
烘干，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都有照顾到。收割，收割的情况也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问我说种炭是怎么种的啊？这一段很重要哦。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厚厚的这个稻草，割完以后稻草就被覆盖在这个地上。所以我刚才讲，种炭其实就是养土壤中的细菌。那细菌怕什么？阳光，阳光一照，它的紫外线就会把这个细菌给杀了很多啊。所以那减少这个这些的这个细菌被破坏掉，另外也保护土壤里面的蚯蚓这些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像白鹭丝啊，一些燕子啊飞下来吃蚯蚓，那也看到他们就会去吃。那蚯蚓也是保护我们土地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维持这个生态的这个平衡跟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讲说种炭什么啊？割完稻以后，草不移除，这就是种炭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很重要。那我们再看，再往上面，就是我们今年7月14号来撒这个肥料。那这些肥料呢，它跟一般的肥料不一样，不是只是有机质，不是只是鸡粪啊什么，它是经过了生物发酵制成，然后添加了很多的这个土壤的益生菌，然后能够参与这个里面工作。那同时呢，像有一些这边的农民，他也用这个分解菌可以把这个稻草有效的分解掉，否则的话他们这个稻子种下去也会有致死的病。那你看又是菌，还有就是光合菌，光合菌就是把里面的一些磷啊钾啊氮肥的这个能够做更好的充分的应用。所以这些细菌将来它都会在土壤里面变成生殖啊，就会变成我们的土壤有机碳，这个就是种碳啊。那所以我们再往上面，那我们今年也开始要帮大统生技他们开始做他的肥料厂的这堆肥厂怎么去做甲烷的减碳啊，因为它是从这些这个畜牧场的粪便收过来，畜牧场粪便如果放在那边不管它，或者丢到水里面去，或者丢到垃圾山里面掩埋，它都会产生甲烷。那我们一个碳分子产生一个二氧化碳，就燃烧氧化掉了，跟一个碳分子经过无氧发酵产生的不是二氧化碳，是甲烷。那甲烷会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25倍。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特别是一些小型的畜牧场，那它的这个粪便能够把它收过来，然后去做成堆肥，那就进入氧化的过程。它最坏的状况就是，如果它有100份的碳，就变成100份的二氧化碳。但相对的，如果你做甲烷的话，你烧掉还是二氧化碳，但你烧掉大概只有捕捉到50%的甲烷，那还有50%甲烷跑掉了，那你就变成2500份的二氧化碳，所以你变成100份变成2550份的二氧化碳。所以我们的思考的话，就是说在整个全球暖化减碳的思考，我们可以把它这个饲料那个养殖场这个牧场的这些粪便收集起来做成肥料，然后再到田里面又可以固碳啊，所以它的相对的它可能排放的碳就会至少大概可以减少一半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期待的。所以大家在想说这个粪便的品质好坏也非常重要，这个也是在这个循环里面最重要的一环，就源头的一环。这个粪便呢，
它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好好养殖啊，用什么抗生素啊、激素啊，那抗生素里面含有很多的重金属，所以就会蓄积在粪便里面，然后去做堆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也要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所以让这个堆肥的本身它没有重金属、没有这个抗生素或者激素这样的污染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会慢慢再延伸到这整个牧场的管理啊，它的粪便的处理，到它做成堆肥，然后种种植稻米，然后它的烘干碾米，然后到未来的这个消费者的手上，它的包装，我们每一个环节都会考虑到环境、生态，还有农民的安全、农业的安全跟粮食的安全以及食品安全啊，那确保我们每一位消费者在消费我们的产品的时候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这全程都是有追溯的啊，就是用努力小农 APP 去记录它。那这样的话，如果任何一批有问题，我们都可以追踪回来啊，找到原因是为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计划，虽然是一个看起来是一个重碳的计划，是一个减碳的一个行动，产生碳权，但是我相信碳权只是这里面的1%而已，真正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这个稻田，稻田里面产生的稻，我们这才是我们真正要的产品啊。那碳权这些东西是附加在这些产品上面的。